直播被关注，好像他也很贱。我们现在也没到唱歌了，真可惜，我们刚刚被人家检举了。那等一下呢，你们就陪我一起吧。这个小猪的裤子要吗？这个不是的，还是它是我看看。它叫小猪没错啊，对，它叫小猪啊，真的。那你要不要这个裤子？这个裤子太短了，不行。真的会短吗？我觉得差不多。是有比较短。那就算。它这样穿。那那件呢？这件很小So cute， 太小了。我们要擦这一根了。开始，要慢慢的擦，慢慢的擦，慢的擦，慢慢的擦。小朋友，你们最喜欢擦哪一种指甲油啊？是大人的还是小朋友的？我比较推荐是小朋友的，而且这里还有亮晶晶香水。我们擦完的时候再打开这个好不好？好，那就开始。这一根安保的要不要？好，这个你应该还可以穿。还可以穿，用亮这个最亮的好了。Hello Kitty 的。好。哦，好凉哦。好凉哦！小朋友，你最喜欢指甲油，那你喜欢哪一种的？粉红色的吗？还是蓝色的？还是红色的呢？今天没有红色的，就讲这一种红色。哦，糟糕，擦到外面了。来，没关系，用个卫生纸擦。好像这张不这样，嘿呀，好不容易才擦好一个，就要重擦了。我的指甲油，我的指甲油，哦，我的指甲油，哦哦哦，我的指甲油，先把这个擦干净。现在我还在录音，我的蓝色，我的亮，红色，我的亮。
I got it.粉色的要用到这一只呢，不是有四个，这个有两个，这个蓝色呢，哎，不行。大家都很喜欢这种的呢，我推，你喜欢吗？这件还可以穿。这个超级的亮，对不对？你们应该喜欢，各种小朋友应该会喜欢这种亮。还有我刚刚提出的魔法盒的那边亮，魔法盒上面的亮，我没骗你。魔法盒打开，这里面有这里面的东西，它有金色、红色、亮片、星星，大家很喜欢亮片星星吧？简说完。我比较推荐你们去买这种魔法盒，这种魔法盒会有音乐，好听吗？当然好听了，我等一下会换美丽的衣服给你们看，先擦完指甲油才可以。那就用这个。妈妈脚给我。要洗吗？什么脚啊？什么叫脚给你？脚。跟你讲，他帮妈妈擦脚趾甲。哦。我还昨天帮妈妈擦了脚趾甲。快点呐、啊！好。对啊、然后呢，它就掉到只剩两只而已，谢谢。帮爸比擦一下。爸比，你爸比可以擦蓝色的哦。哎、我要穿袜了，袜子给我。看你。而且我比较推荐这个是最好的指甲油，这个是一个商店买的哦，这个是最好的。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这个、啊，这个是亮的，我都买亮的。而且呢，拜小朋友，我擦这种指甲油是有了。是妈妈可以给我们，妈妈规定可以买，规定可以用哦。我在洗碗，能不拿出来给我洗？什么东西？运动。那用。太累了。那你去洗好了。好啊。反正我就是长工的。要上膜了。刚刚那个直播怎么就被卡掉了？都没有留记录。
哎，你会冷可以直接穿这个。谢谢。Elsa。这种的是 Elsa 的，它会有蓝色。小朋友应该相信蓝色就 Elsa 的 ，Elsa 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最喜欢艾莎的哪一个？哪一个颜色呢？评论告诉我吧。最喜欢的颜色就告诉我，我不会把你那个喜欢的颜色给他。这个也可以在虾皮店买。虾皮可以告诉我妈妈虾皮是什么，懂了吗？你们不知道虾皮是什么没关系，告诉我妈妈就好了哦。好了，全都完成了，那要开始上晶晶了，亮晶晶，爱的雪宝。给我介绍一下你那个海绵香，那个亮晶晶香水。而且呢，这个是雪宝。我们呢，等一下还会介绍一个魔很酷的东西哦。来，开始上魔吧。首先要先把这个软体。你这还可以穿吗？还可以啊，可以。这种膜 ，OK。然后呢，先兔兔哎、欸。那天去那个旅游，应该背这个兔兔包。哪一天？校外教学。下雨就不方便了。OK， 你看看它这个多可爱。小朋友，我推荐一个衣服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这件超级无敌可爱，还是小猫咪，好可爱，对不对？我要推荐一个小包包给你。终于，这个是儿童背包，它超好用，而且是蓝色 Elsa。我不是兔兔 Elsa， 我不会变魔法。你看我变出一个魔法也没有啊，我没有魔法，可是我有可爱。I got an L1 from Galway. I'm born a baby. I got a blah blah blah. I got an L1. Toot toot toot. What's that toot toot?
谢谢猪猪。OK， 兔兔陪我们啦。I got an会掉啊！放哪一个？重新哪一个？我最喜欢的亮晶晶结果在我眼前一直发光，我不该你的想念。今天可以穿美美的吗？I'm a girl and a friend. OK. 今天下一次红粉色。我靠，这新的哎。都冒 T 耶，你不是不喜欢冒 T 吗？对。天气冷，可以变着穿吗？嗯。我都不讲话。I'm a girl and I'm a Barbie girl. Oh,
我们现在要用 Barbie 了， Barbie Barbie。我没有 Barbie Girl， 我不是 Barbie， 我是一只小兔子，你们没看到吗？我鼻子这么大，我哪有这么可爱的 Barbie 呢？倒车，请注意。哦，还要介绍这种的亮晶晶的，哎，可爱的。No, 它这样插跟亮晶晶的，没看到的话你们HNN 这样子插非常有效，这还是香水的哦，它光亮亮的，它不亮亮，哦，好香哦！ I'm a girl, I'm a friend, I can't wait no man, man。 这种的是最好的，我告诉你是最好的。孩子会喜欢的，这是兔兔介绍的，来照个镜子吧。I can't wait a man, I know he right now。 很好玩吗？我还有推荐一个这个，我觉得咖啡因很爽。兔兔也要化妆，那我们先等兔兔化好妆吧。兔兔化好妆，我才可以换衣服。我那是衣服室还是化妆室？你不觉得吗？兔兔还要用香水，也太可爱了吧！它还要弄一个镜子呢，我还要用指甲。OK 呀，很可爱吗？哦，我觉得很可爱呀、啊，那可爱呀、啊，我空的，我还。我穿上被穿了。好了，接好。我没化妆，因为我叫美吗？我很美吗？我请说，我不美，我也不不美。哦，我不美，谁最美？喂喂喂！金鸡公主，琪琪吗？妈妈要吃什么东西给你？
真的、哦。金刚鲁，爸爸你看一下。什么东西？多美。老师有传来。对，刚刚你手机上有一个东，有一个103班的。魔镜啊，魔镜，谁最美？我看看是谁，是我啊！我知道了，谢谢魔镜公主，谢谢魔镜魔镜，谢谢你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可是我不找不到最美的公主哎，找到了，是她啊，是我，我没有啦，我其实不美，你看我多丑。老大，广播广。喂，魔镜公主，你挡到我了。阿妈，阿妈，阿公，阿妈有传一个东西给我们，它是 book， 我看了 book， 无法喝。不是，我最美，兔子最美，不对，镜子，人，不对，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最美？谁最美？我最美。谁最美？谁最漂亮？我最。找找听听我谁漂亮？给你推荐一个东西，希望你们可以喜欢我的指甲哟。不对，拿错了。哒啦，想你想
喜欢的皇冠。等一下，我化好妆可以做。妈妈，等一下我要扮成什么？我想扮成公主，我想先挑一件衣服。小朋友，先等我一下哦。嗯，你挂掉了。等一会再见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哦。